好，这个可以说是非常期待了，因为非常有特点的一个环节，就是你可以靠自己的喜好去给它加入灵魂。先是头发的部分，对不对？头发的话还是用默认的吧，我觉得。你觉得这个比较经典？对。其实五官的话可能要调一下肤色。其实这个对不对，非常精彩的一个环节就在于我们的梦幻捏脸，可以，如果喜欢精密的面部触控感的朋友呢，就可以一点点的去调。如果你想给脸部注入一些新的灵魂，你就可以选择打开摄像头，它可以识别出来你的表情啊，你可以做一些挤眉弄眼的动作，它捕捉到之后呢，就会给你三种情绪啊，你比如说普通情绪、悲伤情绪，还有开心的情绪。嗯，完成了。好，完成了。哎，我看看，你给大家形容一下你塑造的这个五天机有什么样的特点？其实特点在于它的肤色，其他的呢其实都比较传统一点，一样的，跟它之前的样子相比。打游戏的时候遇到顶着你名字的粉丝，你会手下留情吗？不会。不，这么果断？不会。是游戏吗？游戏而已。什么时候能出一个游戏教程？可能不会出吧。原因呢？就是不想。就是不想出。好。一博是第一次来南宁吗？对，第一次来。那来到南宁之后有什么感受吗？和大家分享一下。还没感受，因为到了就去了酒店嘛，但好像说这边粉比较好吃，是不是？对，所以就吃了一碗粉。就吃了一碗粉。嗯。所以你吃的是什么粉？是螺蛳粉吧，应该是。螺蛳粉，对。他说螺蛳粉，你们也尖叫。对，螺蛳粉和老友粉，你觉得你吃的这个螺蛳粉味道怎么样？我不知道我吃的是什么粉，就是，嗨。所以到时候大家一定要锁定住频道去看友粉，好不好？好。还有冰与火，冰与火。还有冰与火，好，哎。同时就想问一下一博，你平时和大家交流的这个多吗？大家指的是粉丝，就是粉丝们，对，嗯，不多，是最开心的一件事儿，啊，都很开心，什么？我也不知道，就还好吧，可能歇了两天比较开心。你想对粉丝说什么，一博？谢谢。一博多久没有做实验了？我应该从来都没做过。好的，首先呢，请做实验都不忘耍帅。对。倒一下。一博这边，一博可以了。一博可以不用。泥儿都搓出来了。来，沐浴露。请一博帮我们倒一点在这个瓶子里面。好，这个里面。对。直接倒进去吗？对，直接倒进去就。好的。倒太多了。你会喜欢泡泡多吗？我一般洗澡很迅速。也不用这么 detail 好吗？因为要抓紧睡觉。抓紧时间睡觉。在教一博洗手之前，我想再考一考一博。好，考一博。我们洗手要洗20秒，那我们用免洗洗手液要洗多久？哦，对哦，这个问题不一样哦。免洗洗手液是不用拿水来洗的，直接放手上就可以。这个我还真的不知道。免洗也是一定要洗到20秒，并且免洗洗手的时候也要遵循这个6步法。哦，所以说免洗不是洗着洗着就干了吗？可以多挤一点。啊，多挤一点。对。如果说你的粉丝们，他们守护你，你觉得最贴心的方式是什么？他们守护我，我觉得最贴心的。对呀。就都行。都行。准备好了吗？你们啊，没有准备好是吧？没有准备好，那牌子收起来了啊！结束吧，结束，结束吧！哎，不能这样，好吗？好，哥，这个互动你以后可以记住。别人说王一博，你知道你的名字有多少话吗？谁问这么无聊的问题？我问这么无聊的问题？哎，所以你们觉得刚才那些话是你们觉得一博常说的话吗？哦，你看，那些都是字幕，不是我说的，好不好？什么无语啊，那些都是字幕，又不是我说的话。是你们不懂，真的无语。如果再送一些祝福呢，会送些什么？谢谢你们的到来，下次再见，拜拜。
如果来一份的一款零食形容自己，你觉得自己是哪一款零食？为什么？鸭脖。鸭脖。好的，为什么？这个应该他们都知道，因为脖子可能比较长吧。而且自己也爱吃鸭脖。哎，对，我自己也爱吃鸭脖。对，如果让一博推荐一款来一份的零食，一博会推荐哪一款？请问答。哎，有一款我真的很喜欢吃。什么？鸭脖。不是，那个笋。笋。对。啊，最近这个火锅当中没吃到的，要在零食里面吃到。那个是那个泡椒味的笋，很好。泡椒味的笋。对。代言了零食之后，有没有多吃零食？有没有变胖呀？平时怎么注意管理身材的？王一博说过他胖哪儿，胖的话只胖哪儿，脸。哎，是的。怎么办？所以我就只吃笋呢。笋不会胖脸是吧？对。OK， 因为它不是肉嘛，蔬菜嘛。如果来一份要开发一个新的零食单品，一博有没有好的建议？什么？香菜味的，香菜味的月饼。哎，这我觉得可以加一些香菜类的。这个就是大家都行吧。哎，棒棒糖可以。哎，对，一博是棒棒糖不离手的那一种，对不对？你要品尝一下吗？这是我们的小核桃。哦，小核桃绝对也是我们的王牌，因为小核桃可以说在我们的来一份的零食这个体验当中是最棒的，而且口感非常的好，油脂的比例呀，还有我们的这个甜味呀，都是最棒的。你可以尝尝别的。嗯，小核桃好吃。小核桃好吃，来一点儿。好，我们今天还有特别的礼盒，然后还有松子。哪一位你觉得他们的祝福或者是他拼出的图最有创意？剪刀石头布吧。哎啊！一博感觉如何？挺厉害的。你 OK 吗？一会儿你也要来一套。我为什么一定要这样？我觉得每次看到他们这种调饮料的好帅啊，但好像那些动作是没有必要的动作吧？啊，一博应该睡觉时间很宝贵吧？对，非常宝贵。你最短的休息的，比如说24小时中，可以有几小时的睡眠？其实怎么说？6小时吧，六小时还是要保证6个小时，第二天状态会好一些。嗯。你快速入眠吗？就是一贴枕头就睡着的那一种？我是深度睡眠，秒睡的那一种，而且不做梦啊。对，不好意思，两位被淘汰了。横面打开啊，我腿啊要向横面打开，抬高。王一豹，你是上线了吗？现在是舞蹈动作教学。先站着，我们进行下一环节。好，他们就站在这儿是吧？他们是工具人。哎。抗糖这件事情从20岁开始就要做了。但是你不觉得男人越老越帅吗？那倒也是。来，小熊来了，欢迎我们的小熊。这个熊有点大呀。这是他们送给你的一份礼物，你不会现场拿一根出来吧？这个能吃一段时间了。这得拿保鲜膜裹起来吧，不然都吃不了了。你好实惠啊，我们现在帮你通过平台下单一下。除了点吃的之外，有点过别的吗？饮料啊。就是食品类，对不对？但今天要跟各位，你最近在多下单的会是什么？不方便说。这个答案很夸张。饮料里的反正就是喝的类的。好的， OK。您不要是那么使劲的捏他，穿帮了。他是什么？穿帮了。哎，对，你看，你做电视果然是懂我们的技术手段，真的是，看一眼反送就知道里面是什么。这个是什么呢？好，那你闭上眼好了，你不要看了，还给了个特写。老师真的特别棒。这是一个毛绒玩具。你确定它是毛绒玩具吗？这应该是一个毛绒。应该是。那你觉得它会是什么颜色呢？它应该是一个，它应该是带点白色是吧？带点白色跟灰色的。灰色，那你觉得它会是一只猫吗？它有可能是一只猫。没错，它就是一只猫毛绒玩具。哎，这个味道就能闻到的。这个味道能闻到了，对啊。你觉得是什么味儿？瓜子。瓜子儿。就是瓜子，什么味儿我不知道。瓜子儿，哎，最近还嗑瓜子吗？啊，有点上火，有点上火。而且你不要弄断女孩子会不开心的。啊，你开心。你把它弄断了，果然弄断了。你果然把它弄断了。猜到了是吧？
不是润唇膏，是口红。是口红，你这都能判断出来，为什么是口红不是润唇膏呢？因为它是斜的，就是那个，它那个头是斜的。啊，它会有一点斜度那种，润唇膏是那种平的，是吧？嗯，果然很了解。为什么会出现口红？是告诉大家，其实就像我们一开始说的一样，你好喜欢这支口红，一定要把它弄断吗？没有，我发现弄断的是自己已经断了。就是吉祥的光缠绕着你。三二一，一起来！一博怎么样可以帅气的打响指？好，啊，可以了。接下来32号在中间，你随意。他一直在对，但是要帅气的哦，你要注意帅气的，不是那种啊啊这样子的。谢谢，好，大家吃晚饭去吧。谢谢一博。